当一个摄影师，如果你只是按快门，你很快你就是一个，当然我会开玩笑说那叫摄影机啊。我想要找灵感，因为我现在脑袋一片空白，我不知道要拍什么，为什么题目要这么难，很疯狂哎，还要一边找人跟我拍照，然后他们都会抱持怀疑的眼光。我觉得要把握每一次别人愿意给你的机会，好好的用心去拍摄它。我们透过影像的话，看到的很多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一定要记得。你是要成为一个更好、更专业的摄影师，还是你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？我会选择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